哲瀚26岁的生日，对，那个今天呢，我们腾讯体育也是送给哲瀚一个这个生日蛋糕啊，毕竟这个哲瀚很不容易啊，打飞的啊来参与我们这个名人赛这个前期这个小片的拍摄啊，宣传片的拍摄，然后很辛苦，对，很辛苦，再加上这个有意思极了，今天解说，谢谢大家，也希望腾讯体育能够越来越好啊啊，然后呢，我觉得今天是512，我觉得应该给那个汶川地震的，我觉得。同胞们也是，就趁着我生日的这个许愿的时刻，我觉得给大家默哀一下。嗯，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，缅怀一下。08年的那些，对，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因为我过生日的第二天 ，OK， 就是汶川大地震。嗯，我觉得像给他们祈福一下。嗯，好，特别有心。嗯，好，我们也是这个祝哲瀚这个来年这个大红大紫啊，这几部作品。啊、一见不倾心，对，哎，我现在在苏州拍的《一见不倾心》，嗯，然后非常感谢呢剧组倪总给我放假，然后能够来参加这个火箭和马刺的解说，我相信他也在电视机前看着咱们的比赛，嗯，在网上啊，在 Pad 上，在手机端，在 PC 端，对，一定会，他肯定现在在看我们的比赛，嗯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戏，还有我现在。云巅之上也在深圳卫视播，嗯，云巅之上啊，对，深圳卫视啊，嗯，大家不要错过，还有、嗯、对，还有这个马上年底或者年初要上的这个朝歌啊，对，朝歌哲瀚的大戏啊，马上也要上，所以希望都可以大家好好关注一下哲瀚啊，好，我还会再来的，对，肯定会再来的啊，在名人赛上大家也会看到这个哲瀚这个非常精彩的表现，好，那么接下来呢。